一般都没有交钱啊！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。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，带头打架的不是别人，就是番仔火秦阳。江湖里面我就饰演黄狗啊，萧高华。好的，南部腔就萧高华，广东话风格啊怎么讲？萧高华，风狗华，红狗华。在最新的黑帮电影中，秦阳饰演风狗华，他剃着庞克头，穿着皮衣，面露凶光，就会让人想起这个角色。你那是搞不了，讲起来。我连上你一趟汽油一支番仔火，我连我加上你一两斤两个啊！刘文聪太经典了，根本就是坏人的代名词。秦阳最近在高雄拍电影，但是民众却目击他在居酒屋当端菜小弟，每一天都在这边用餐的几率蛮多的，尤其是我这边等于是我的后厨房。现在想要各位有没有照他？我觉得秦阳大哥的超亲切，还帮忙去收桌子，什么非常的亲密。大哥帮忙收桌子还客客气气，原来是客串当一日小弟。秦阳自从8年前参选议员失败，演艺事业就走下坡。我真的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，真的，真的很不应该。前年还酒驾撞毁8辆机车，自打嘴巴忏悔，如今想东山再起，就从他最熟。